少年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看别的东西都是黑白的，只有我是彩色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假说，你最开始注意到我，然后说只接受我一个人的采访，还要带我去苏州，都是因为心理医生吗？他先是说吧。让我多见你，男女说，我很特别，你很喜欢我。很想跟我一直一直在一起，也都是因为能从我身上看到颜色嘛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害怕，我怕我跟你说了，你就不理我了，我就见不到你了，我就看不见颜色了，我害怕。所以，在你心里。终究是找了20年的颜色，比我更重要。